拿出浴 Mark Air， 开启会拍功能，即可用简单手势轻松控制浴 Mark Air。 本视频包含起飞、控制、拍摄、降落、退出。开启飞行器，将飞行器放置于地面，进入智能飞行选项中的会拍模式，将手掌正对飞行器相机，等待飞行器识别。飞行器将自动起飞到一定高度后悬停，并自动跟随飞行器正前方的目标。此时你还可以用更多手势让浴 Air 做更多动作。在飞行器前方约2米至3米范围内，单手平举，掌心朝向机头，手掌距离飞行器约2米，保持手掌和飞行器距离不变，上下缓慢移动手掌，可以控制飞行器上升下降，手掌和身体相对不动，左右旋转，可以控制飞行器左右环绕。双手举起分开，飞行器后退，最远约6米。双手举起并拢，飞行器靠近，最近约2.5米。手势控制时，将手放下，自由移动，可自动进入跟随模式。可以在 APP 中选择是平行跟随还是普通跟随。当前控制者将手掌放下，需要操控者手掌面对飞行器，即可夺取控制权，在飞行器前方做出微型拍照手势，3秒后，飞行器会自动拍照。将飞行器比框手势，飞行器将开始识别手势并录像，同样的动作可以结束录像。将手掌面对飞行器并下压2秒，飞行器自动下降并停桨。长按暂停键或 APP 中点击插图标退出会拍模式。以上就是会拍的使用方法，下一集我们将为您介绍浴 Mavic Air 的高级辅助飞行功能，感谢您的观看。